妈妈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生下我的。她在生下我的时候这样跟我说：啊，你的爸爸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妈妈的身体很虚弱，生下我之后，奶奶常常来我们家，可是妈妈还是会偷偷带我出去散步。当我慢慢长大，妈妈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她一直都是躺在床上，医生常来我们家看她。因为妈妈想要多陪陪我，所以她才不想住进医院里。有时候她精神很好，会醒来跟我聊聊天，所以我也会为了妈妈好好的努力。神啊，请帮帮我！啊，这款游戏呢，啊，开头就是一个小故事，然后网络上找到的一个手机 APP 的逃脱游戏哦，然后老头觉得蛮可爱的，想说来玩看看。哦，这是一款为了心爱之人努力的逃脱游戏，那感觉还蛮有趣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吧 ，Let's go， 开始了，逃脱之旅。哎呦，这个怎么感觉像哆啦 A 梦该有的，哆啦 A 梦才会有的那种房间，有没有？操作方式点。基本操作说明，点一下水调查选取物品，点两下调查物品。关于物品使用，在选取的状态之下调查特定场所就能使用物品，也可以将两样物品结合在一起，合体是吧？移动方式左边跟右边，按下箭头移动可以到移动的楼层，在特定场所点下门的位置也会移动，选单。按下这个按钮会显示选单画面，逃不出去的时候提示一下，提示就会出现了。了解。你好，这里是我家，你看这个脸。妈妈在，妈妈今天也在睡觉，去看看妈妈吧。把电视关起来才不会浪费电。好，这个点了它都有其他的提示，会不会在壁橱里呢？什么东西啊？说去找妈妈，结果就说妈妈会不会在壁橱里，会不会有点汤？哦，这边有锅子。右边，从这里出门，反正没事去看妈妈好了。不要，我就是要出去。可恶！那居然不让我出去。哎，看到了，这里是妈妈的房间，因为身体不舒服正在睡觉。好冷，妈妈会感冒的，把窗户关起来。不要，我是不孝子。好了，关一下，关好了，这样房间就不会冷了。好了，我们点一下妈妈。What the？ 破关？这个是超级简单的小游戏吗？哦，关卡一是不是？然后给你跳广告，超靠北的，可以把它关掉。哦，第二章，没有水的话，妈妈就没办法吃药，等等再来好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水啊！水杯里有干净的水啊，不然嘞，难道是脏的水吗？我们拿了水了，啊，可以干嘛？要吃药嘛？那要吃药的话，我们就必须找药给妈妈吃，老鼠药。不好啦，这样不行，杯子里面没水了，啊，不会点进去你。我记得好像是点两下使用吗？哦，有了，打开了，就可以这样打开。好，怎么点进去？有了，妈妈就可以吃药了。哎呦，已破关，有破关也太简单了吧？好，第三关是什么？今天要打扫家里，把弄脏的地方打扫干净。扫扫扫！哦，这怎么可以扫的？这个是什么？闹钟？这个是我们当兵在用折的那个豆腐干，有没有？以及我们这个棉被。这是我的椅子。哦，应该是要站在高处做打扫的动作。
哎呦，妈妈家变得好脏啊，脏脏的，那就用我的身体来洗吧。没有啦，哎，什么东西？椅子，椅子能放哪里啊？出门买东西不行，脏脏的。妈妈在睡觉啊，永远都在睡觉。我捡了一张椅子啊，这能干嘛？完了，这边卡关了。站在这个上面不行，打开壁橱，可不可以放啊？点两下，哎，这是我的椅子，还是不行啊？嗯，怎么莫名其妙就拿到了抹布了？这到底是要怎么点啊？啊，不管了，反正拿到抹布了，我们可以擦。擦干净。哎呀，哎，妈妈醒来了。哎呀，你把家里打扫干净啦。是啊，妈妈，我把家里打扫的干净了哦。妈妈的房间变干净了，我也变干没有啦。谢谢你帮了妈妈大忙，我今天精神不错，一起读绘本吗？哇，太棒了！已破关，哎，没有，哦哟，已破关，下一关。妈妈不知道起来了没？去看一下。妈妈好了，去看一下妈妈好了。妈咪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啊，妈妈，原来你醒了。妈妈想不想晒太阳呢？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比起这个电视节目快要开始了，快开始演了，赶快去看吧。哦，对耶，我们要一拳超人要出了，去看一下。还有我们的晋级的巨人，看一下，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连开个电视机都要解谜是不是？看谁知道啊？得赶快打开电视机才行啊！不是啊，你开个电视机好像还要再弄个摩斯密码之类的。你家的电视机是重要到不能给人家看到是不是？啊！你要弄个摩斯密码啊！妈，救我啊！妈，摩斯密码给我，不然我怎么看电视啊？这是密室逃脱，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这个地方非常的安全啊？不需要做逃脱的东西是什么？有裂痕，垃圾桶，居然可以点垃圾桶哎、欸！可是没东西，怎么办？嗯，哦。哦，我懂了，这个垃圾桶本身就是一个密码啊，上面写423，奶的，好啦好啦，我知道我知道了，该死的东西，看电视，少啰嗦，遥控器，哪一个遥控器还有摩斯密码？你写，笑死人了，快啊，快开啊 ，Are you waiting for？来，有了哦，好好看哦，终于看到我们的艾伦变巨人了呢，破关了，真的是。好，下一关，咕噜，肚子饿了，去上街买东西，从玄关可以走出去。这里哦，出门出门，家里抽奖，有信件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大眼蛙。哎呦，跟我长一模一样呢，只是戴一顶帽子。你别骗我了，你是不是就是我？我就是你，你是不是另外一个我？哇，有好多看起来很美味的东西，好想跟妈妈一起吃。哦，这是牛排、鸡蛋、参加奖、二奖、养乐多、头奖是一条鱼。那怎么办？可以转吗？哪里才能得到抽奖券呢？有抽奖券才可以抽奖哦。我现在好像是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抽奖券基本上目前应该是还没有办法入手。上面写笑咪咪商店。哦，看到了，这边有东西。哎，小朋友，今天有很多新鲜的鱼，可是你看起来一点不新鲜。老板感冒了吗？你还要把喉咙有点痛，声音都出不来了。我可以把鱼偷走吧，反正你体力这么虚弱，对不对？偷一下不为过嘛。老板，
你好，今天橘子也卖30吗？你好，你今天想买橘子吗？今天草莓刚进货，很新鲜哦。对了，不如请你帮忙，把我投到邮箱里面。超级工具人，好，我投，耶、yeah, ，棒哦。你有没有东西给我啊？哦，谢谢，送我一盒草莓。碎哦，哦，这个啊，你好，大姐姐怎么了？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妈妈正在发烧。我想去买一点水果，但走不开。原来如此，药店的大姐姐很苦恼呢。送你啦、啊！啊，这怎么好意思？看起来好好吃，还真的给她。我喜欢吃橘子，请你把草莓拿给奶奶吃。太感谢你了，我马上去给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店里只有这个。啊，简简单单啊。哎，简简单单啊，送你啊！怎么啦，小朋友？你要给我喉糖，真贴心啊！这什么东西？有鱼的味道。哦，破关了！这个还简单呢，好简单啊！打开鲜鱼店老板送的盒子，打开它。哦，对啊，打开啊！怎么打开？教一下哥哥。按住。哎，打开这种事情非常的简单吧？啊，为什么感觉没反应？啊，算了，我们去看一下老妈。妈妈在睡觉。好的。打开。什么？哦，原来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打开。钱，耶！什么？为什么一条鱼居然要摩斯密码？又要密码了 ！Oh my god！ 谁知道密码、啊？哥哥别闹了。密码藏在哪里？密码就藏在细节里。好，慢慢找。这里不会是这里？问一下妈妈密码多少好了。妈妈，妈妈。密码是多少啊，妈妈？不能点了，算了，我觉得我还是出门去问一下，啊，又或者是这边就会有解答了。啊，斯巴拉西334，好了，谢谢我们的卖鱼的猫大哥，我们懂了，334，来，334。嗯，怎么会？三条鱼，对啊，三条鱼，四条鱼啊，没有错啊，这不是三条鱼吗？你这是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二啊？哦。随便啦，算了，我们过了。明明就三条，在已破关啊啊啊啊啊！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啊！去跟妈妈说，我已经把功课写完了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妈妈，哎呦，哦，你写完功课啦，真棒！给你零用钱，100日元。100日元换算的话，我看一下换算可以换算多少？100日元大概相较之下，台币50块吧。哎、欸，有吗？啊，差不多台币二，哎、欸，不要台币20块左右呀，算错了。啊，我100块会干嘛？偷钱钱？哎、欸，这什么？把拉链拉开，这是我的钱包。然后呢？把钱存进去，哦，可以了。去蔬果店买我最喜欢的橘子吧。买干嘛？买干嘛？哎呦，好多人哦。你好，老板，你看起来好像很忙。你好啊，很忙呢。能不能请你帮个忙？又来了，记性啊。我想知道12:55的下一班公车几点开，可以去帮我看一下吗？这里有公车，
哪里啊？哦，这个靠腰嘞，被挡住了。每隔几分会有下一班车，看不到，哇，怎么办？困难重重。这是被安怎安怎做嘞？回去跟他讲，回去跟他讲一下。12:57。哇，这怎么办？要买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我们送他钱钱好不好？给你钱啊，快告诉我下一班是多久？怎么感觉好像是13？我们要不要来猜一下？对啊，来猜一下好不好？猜猜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地上有一张纸条。笑眯眯抽奖券，哎哎哎哎哎哎，抽抽抽！我转，好看可以抽到什么东西？居然是一个橘色的，哦，恭喜你抽到了鸡蛋，很美味哦，妈妈最喜欢鸡蛋了。啊，可以从回忆集看插图，到时候再来看一下回忆集。叮叮，啊，就这个应该跟剧情没有关系吧？我们姑且猜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其实说实在的，如果你真的看不懂，可以换算一下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你看吧，25分到40分的时候，大概是用了15分的时间；40分到55分也是15分的时间。所以说，我保守估计大概应该是1:10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，1:10，少给我唧唧歪歪，是不是？谢啦，要不要买一点橘子回去？当然。啊？没关系，那、啊、你不是来买橘子的，还是存起来好了，好吧？已破关啊，动点小脑袋还是可以过的、啊。这是什么？门口直接有个包裹，把它打开，上面粘着胶带，所以呢，拿剪刀，我知道剪刀在哪里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妈妈的？妈妈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放一柄刀片？妈妈说小心，不是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放刀片？妈妈不要想不开啊，妈妈，妈妈不要这样子。如果你走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好，先看包裹，里面怎么？为什么医疗箱上面又要密码？到底是要怎样啊？上面还有涂鸦。嘿，哎，拿到药盒。哦，绿、红、蓝、绿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不是。黄红蓝绿，完了，我的眼睛是有问题，我是我色盲了。黄红蓝绿啊，妈妈在睡觉不理我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跟外头有关系吧，我们再去外头看一下。嗯，你们看这个篮子，我觉得跟篮子有关系。你看篮子有4条章鱼，然后这个是黄色吗？看一下，好像是一样的，所以说。四，黄色，黄色应该，黄色应该是4，蓝色也是4，对吧？没有，黄色是5，5，4，然后看一下，蓝，有没有？五是这个，哎，不对啊，这个只有4而已，没有5哦，啊，不是看篮子哦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我们好像还有这幅画没看过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幅画好了。这幅画上面跟刚刚那个医药箱哦，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。你看这个绿色就是2吧，因为它两座山，然后刚好呼应到这上面的各种颜色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绿黄红蓝绿哦啊，上面这个是黄是这个嘛，这应该是2吧。应该是一，算是一吧，一栋嘛。然后绿色山这个是2嘛。然后这个水河川就只有一条是一嘛。那这个应该就是直接最满的吧？我们试看好了，反正好死马当活马医嘛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死马当活马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是搞错什么？怎么不会动？山是两座嘛，水是一嘛。哎、欸，答对了！哎呦，不错哦！哎呦，这什么？是妈妈一直在吃的药，药1、药2、药3。
OK， 哎、欸，破关了，已破关。